有福利啊，我注销了，重新开始。开玩笑，家人，粉丝有十万的话，你们说吧，什么福利都可以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。开玩笑的，注销我的上一段人生，开启我崭新的人生，家人们，不要搞这些东西好不好？不要搞这些少儿不宜的东西。就跟那商场。本来都很好吓人啊。前两天刚入坑，签名照，500张签名照，别，我这不直接13亿张签名照行吗？你不想要的我硬塞给他，我说你必须得拿着，求你了。谢谢谢谢，我会努力拍剧的，让你们喜欢那个剧，你可以跟我说想看什么样的剧啊，然后我看我拍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帅？每天都很帅，才怪！你要假，你怎么今天突然说这么恭维的话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？你不正常。今天健身吗？今天健身啊。冠希小雪的脑袋大大的疑惑。比个心截图一下，冠希要你的手，我没有手。比个心，比我，比我，删我的脸，摸我的脸，贴我的脸。哎，好帅！你刚刚那样比好帅，好 man， 好男味儿，好喜欢。我真受不了。拍照的时候，我们在拍那个开机照，然后小白直接跳到我肩上，跳到肩膀上，我好 man 啊！因为我在踮脚，然后他非要把我往下压。你还要踮脚？你为什么要踮脚？因为我变态。有过分，什么时候拍旁边高那么多的 DJ？ 因为我旁边站着女主，然后我就是她也踮脚，然后我也踮脚，因为我喜欢这种反差感，我觉得反差感很有爱。冠希和马总在学校有危险吗？把我拍得好丑啊！我看我都没有正脸，我在笑。什么？哪一个？哭的很，这张有点奇怪。杀心照吗？对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千万别给别人看。让我看一下，快删了啊！我要看一下，趁他放在这个呢直播间，先赶快删了。这是要命，快删了！马老师在吃 barbecue 啊，在哪儿吃 barbecue 啊，家人们？小白是我发小吗？小白不认识啊，小白是谁啊？他应该不会在我旁边的。没有，中岛那个是他们那个。甲方一直在调整时间，调整我们演员档期。我告诉你，能不能把你那个座位往后调一点？往后调一点。后调。把他那个反光镜后，反光镜后。太好了，那我调了。嗯，都要急死了，可以不？可以。急吗？好。定制剧什么时候啊？定制剧是。我不是把那个叫什么都发了吗？就是27号、27、28号，然后跟辣辣是在下个月月底，下个月月底。冠希哥今天穿裤子吗？冠希哥今天没穿裤子。日常剧什么时候？日常剧是什么时候？日常剧都出来了。日常剧是谢谢家人们送礼物，谢谢姚桃姚，谢谢西西，谢谢你们送礼物啊！我都没看你们送这么多礼物了，谢谢 Victoria， 谢谢 Victoria。日常剧是这个拍完之后，27号有那个综艺，不是综艺，有那个广告，然后那个广告拍完之后，下个月。是一部跟佐伊的戏，然后还有一部跟娜娜的戏。请走右侧车道800米后。应该是。小白有一种偷感，偷感是什么意思？好喜欢这个词儿啊！偷啥？
像小偷，偷感有点重。我们到这边看吧。请走右侧车道。怎么样，跟我在一起拍戏啊？你报名王妈呀？我缺一个王妈这样的。甜妹脸小了好多，是这个发型用的。来北京，请你吃大烤鸭子。烤鸭子不错不错。跟大家那个戏我剪一些，我每天都在剪，好不好？我每天都在剪，剪纸。啊，对对，中岛人很好的。我当王妈，你当管家。来内蒙古请我吃烤全羊。王妈真的很火爆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不一定在面试上。王妈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角色。铁锅炖大鹅，西安就能吃，我就喜欢吃西安那个邹家军铁锅炖。最近有新剧要上吗？有啊。最近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我跟孟娜的剧要上，天才萌宝。你姓王，你演王妈，可以可以。皮肤还好吧？皮肤就那样，主要上的妆比较厚。主要是我的那个化妆师老师给我推了好多护肤品了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些护肤品回去用，还有那个什么十大恶极的面霜，什么十大法则，十大什么面霜。啊，十全大补，不是叫什么十什么玩意儿，我也忘了叫十什么玩意儿。叫十什么了？我不说，我不说品牌名字，放心吧，家人们。我看一眼就知道了。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对，十全，对，十全大，十全大什么玩意儿？不是十大，搞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家人们。哎，好贵啊，那个东西，但是说很好用，那我就破费一下喽。我是故意的，不说那个名字。还有几天杀青，还有两天，我不在安徽，我在西安。基本都是。好好，你们说十全一般般，那你们告诉我什么好，不要说名字。喜欢你是我的解药，哇哦！你得了什么病？为什么喜欢我是你的解药？啥时候跟左一同学的搭？对，很快了呀，下个剧就是跟左一的剧，然后再往后面就是跟孟娜的剧。鱼子酱面膜不错，你们认真的吗？有没有牛肉酱老干妈面膜？虽然我喜欢吃鱼子酱，但是我不会拿鱼子酱敷面膜的，你放心吧。认真的，可以可以。可以的。珀莱雅很贵的，我希望我去拍他们那个戏，他能给我发一点，好不好？然后我抽奖一下，然后送给粉丝朋友们，哈哈哈，我过分呢。我觉得那种太贵的我没有必要用，因为我比较糙，我感觉它不适合我。有五十个红绿灯，天哪！三十五个红绿灯，全是红绿灯，五十个有点多了吧？红灯即将变十四。我的 C 服好看啊，谢谢谢谢。我今天没穿 C 服了，我今天穿的是衬衫啊，算是短袖。医美面膜纯补水用，我买了那个 BBQ，BCQ。我居然不头晕，是啊。我头晕怎么办？
今天要健身，我今天很开心，因为今天收工很早，然后我们这个戏的很难的戏都拍完了，然后今天早上我的裸戏也拍完了，所以我已经不需要那么的刻意的控制，就是我可以稍微吃一点点东西，比如说我可以吃一颗糖，对 ，sugar。王张曼你在吗？不是裸戏啊，就是要秀要脱衣服的戏，拍了之后，然后我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，我就没那么焦虑了，就是没有啊，就是没有穿，就是早上起来嘛没穿衣服嘛，然后就冲出去了那种，演个兵王，兵王是什么，是不是那叫什么婴儿一声哭泣竟引来八方老祖那是兵王吗？家人们脱了多少？没脱多少，就脱了一个上衣，家人们很正常的，难怪昨天猛猛练，你在锁过了，锁的番茄炒蛋，不困。有没有什么减肥的建议啊？减肥的建议就是吃的东西清淡一点就好了，不要吃太多的油，不要吃，一天吃八个鸡蛋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吃那么多鸡蛋，你不能吃那么多蛋黄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像我体质属于就是外胚型的体质，然后就是说我吃多少东西我恢复我吸收的很快，像你们不吸收的话，你们吃一头牛都没有用，吃辣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但你吃辣的话，你不要吃辣椒油，你就吃那个辣子，那个、辣子粉。吃辣可以，吃辣可以，家人们当然可以。但是你吃辣，你要记得就是什么是脂肪嘛，不就是糖嘛，糖水，但什么糖油混合物是最长胖的，就是有糖又有油的东西。那如果糖也不吃，油也不吃，糖油混合物也不吃的话，然后控制好你的碳水，那不就瘦了吗？你可以吃蛋白质，你可以吃维生素，你可以吃杂粮，都可以吃啊，你只要少吃油就行了。老干妈当然不行了，老干妈有油，家人们，老干妈是不是有油？有吧。我推荐美食有啊，我推荐美食，比如说像番茄鸡蛋盖浇饭啊，少油的加三个蛋，或者是兰州拉面，不放辣椒加两盘牛肉，或者是赛百味没有酱加金枪鱼，然后加烤牛肉，或者是汉堡王的双层国王汉堡，不加芝士，不加酱，这都是我推荐的美食，很好吃，家人们。还有荞麦面拌那个零脂的火鸡面酱也很好吃。六婆辣椒面可以啊，当然可以了。还有南极的企鹅，北极的鹅肝。群里面带你们减肥，纸包鸡怎么办？纸包鸡就自杀，就像我就要自杀了。家人们再见。开玩笑的。就是如果脂包肌的话，你就慢慢减脂。就像我之前体脂很高，但是这个戏的话，我减一段时间脂，体脂下降了很多，真的。到时候播了你就知道了。到时候我找必要素材，就是腹肌什么能看见了，就没有藏在里面了。腹肌真的能看见了，我去。不好意思，家人们，我开玩笑的，企鹅不太行 ，sorry，hungry， 都吃不下。北极熊为啥不吃企鹅？因为北极熊不吃肉，因为北极没有企鹅，因为北极没有熊。因为北极熊喜欢吃肯德基，北极熊喜欢吃汉堡王。没看到，那就是没有。没关系，明天我就找那个老师把我那个素材要过来，给你们看一下。
跟你说，我现在真的瘦了一点。我之前是一直没有减脂，我在增肌。就之前拍戏，我那段时间瘦了很多很多，然后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。现在刷了点脂，稍微好一点了。我去北极拍戏了吗？我不行啊，没去北极拍戏，我受不了。我今天有句词就是来一点北极的什么，我赚了很多钱，然后我要给我的老婆搞戏里的，戏里的家人们，戏里的。不就韩国那个暴力熊吗？是不是那个短剧里完全不一样？哦，那因为这个短剧，因为我现在妆造的这个短剧还没播呢。倒霉熊，对，你讨厌倒霉熊，你喜欢什么？你喜欢美羊羊不？真的假的？你五一要去看北极熊？北极不是只有在北极吗？瘦下来摔上天，我还要怎么瘦？你太为难我了，家人们，真的是，我现在已经很瘦了，不能再瘦了。我抽个脂吧，我把我脸上脂肪全部消掉，行不行？的确，我要再瘦一点。你提醒我了，今天晚上健身吗？今晚健身了，但我瘦我也只瘦脸，我不瘦身上呀。我瘦身上，我得先把我身上的肌肉增加到那个量，我才会再瘦到现在的这个维度，要不然我会死的，我受不了。宋思燕那会儿是好瘦，是的，很瘦。但我现在不是长大了吗？长大了之后，我身体也要变大呀。好的，不驼背，谢谢。我和张吉俊对比跳舞的视频能让我笑一万年，为啥呀？不是一个世界的事物，不是一个领域的。块儿，我现在块不大，可以吃烧烤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就吃那烤肉，你把那肉里面油全部烤出来，然后不要蘸酱，你就干吃，卷点包菜就行了，卷点生菜。脂肪太少会不会显老？不会，你用肌肉填充就好了。我的跳舞很有韵味啊，风韵犹存啊，谢谢谢谢，张张教的好，张张教的好，肯定不瘦啊，我跟你说我不会瘦的，我不可能瘦的，我的肌肉就是我的生命，家人们，我的维度不可能变小的，我只会说减减脂，就是腹肌啊什么的，肌肉线条会更明显一点。可以拍古装，你看那什么霍元甲，那不都是古装吗？那大将军，我去，吕布，哪一个不是猛男？跟主页拍啥？拍是拍广告吗？那个不赖的广告吗？军阀，好的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觉得我戴帽子好傻，能不能不戴帽子的军阀？拍打戏吧。因为我就是一般的帽子我戴都好小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头太大了，就我整个人都比较大，就我伸出来的时候骨头就比较大，然后头也比较大，女主的头就还没有一半大。广告剧什么时候上？广告剧很快，广告剧可能5月15号，他会在5月20号之前就上，就是那个520什么节，情人节。广告人设是啥？那肯定是女人，女人，女人，懂了吧？